Sammy 郑秀文呢日就出席珠宝品牌嘅发布会，着住金色长裙嘅 Sammy 仲佩戴咗总值1200万嘅钻石出场。不过原来钻石对 Sammy 嚟讲都有好特别嘅意义噶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嚟做嘢出粮就买咗一粒40000蚊嘅钻石送俾自己，咁想20几年前40000蚊好大件事对于我嚟讲，咁所以嗰粒细细嘅钻石都留到今日咯，个意义好重大。提到 Sammy 早前为了电影《八个女人一台戏》而重游釜山国际电影节，相比起13年前患上抑郁症的时候，凭《长恨歌》踏足釜山的心情应该都好不一样了。我好轻松啊！我想现在，因为我想其实整个人无论心态或者对看待事情的看法都好不一样。以前就会很紧张这些电影节啊，很紧张那个成败，很紧张人家的评语是怎样。但现在我想人大了，去了另一个阶段，真的很能够用个平常心去面对，所以整个行程是好像去旅行一样。